YDM 智慧禅，行善无求，怀善念，行善事，施比受还有福，为人铺好前途，做善事无所求，赠人花朵，手留余香。妈祖慈悲，妈祖慈悲，大家好。本周呢，妈祖呢给我们呢的智慧禅语是行善无求。那听完这个禅语呢，顾问的感想是这样子的。近二十几年来，我跟随了义德妈祖来弘扬妈祖的圣道，修道、学法都在教我们不外两件事，就是教我们呢如何去静心，如何行善。但换过来就是如何静心能戒定慧来修智慧，另外就是行善布施持戒来求福，都在福慧双修。所以今天行善无求这个禅语，让我回想到我一生当中影响我很大的三个前辈，三个很感恩很佩服的人。因他们的影响，我热爱妈祖的信仰的愿意来学佛求道。那第一位呢，那就是三重一个妈祖庙的李公子，他主持这个公庙从来不收费，供香供香烛给人家点都不收费，然后请老师呢为大家解惑，也不收红包，一粒都不收。他说呢，人就是有困难再来妈祖庙求妈祖的帮忙，而我们又跟他收费，那么就失去妈祖那个慈悲心了吗？所以行善最重要是不求名不求利，所以顾问相当相当的感动。另外我小时候呢独生子，那爸爸妈妈呢都为了生活呢在忙碌，那他们本身呢学历并不高，那刚好呢隔壁也搬来大哥哥大姐姐都是大专生，那我国小大概四五年起吧，就跟着这个哥哥在一起玩，那哥哥很疼我，常常拿口香糖什么给我吃。那有一次呢，他拿口香糖给我吃，那他手心向下，我手心向上，他突然呢问我说，哎，阿呆，你觉得呢手心向上拿人家的东西比较快乐呢，还是像我这样手心向下给人家东西会比较快乐？这个小哥哥就这样问我，我就跟他讲，当然我最快乐啊，哥哥你口香糖给我吃我好快乐 啊，我有口香糖你便没有口香糖啊，你就少掉一个口香糖啊，你要快乐是我。他说 No 不是不是，快乐是我，因为我有口香糖可以给你，那看到你吃口香糖的样子那么快乐，我也跟着很快乐啊，这种快乐是没有办法去形容的。所以你慢慢长大你就知道，手心向下的人会比手心向上的人快乐。那小时候没有办法理解，当然听到这个计划影响我也很大的，我也要像他一样，像哥哥一样可以读大专大学，然后呢我要像他一样啊，给人家口香糖。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我很佩服的人，很怀念的人，就是我出社会第一个长官，我的科长，我的科长非常好。那位
他有一天呢就跟我讲，我准备呢提拔你当组长啊，你现在要到县长去找一些优秀的职业，那物色你未来要接你的人，接棒的人。那我那时候很年轻，刚出社会，他一年多了，那我还不了解他的意义什么。当然我就开始留意，然后县长去遇到一些工作同仁啊，一个人呢不错，我就心里有底子了。所以没多久呢，那他就跟我讲，我的科长跟我讲，他要去创业，那要离开的。那你现在升你当组长啊，你大概物色好了，你当了科长，马上啊叫那个你赏识的人进来，好好培养当组长，然后要培养当科长。然后他就离职去了，那我就当然当个组长了。那组长很快就升科长了，因为在这段时间他就教我如何去当科长，因为我常主任的时候他就教我，他对的非常好，我真的遇到一个贵人。到后来我人生生涯规划，我自己也想像他一样出去创业，走上顾问，所以我从现场呢带了两位员工同仁进来，很快的培养他们当组长，当然我也很快的就培养他们当科长，我就离职，很自然就升我培养的这个人。那我当然没有跟他讲，因为我就学习我的科长。那这样今天看到这个妈祖行善无穷，为人铺好前途，我才知道我的科长他把我的前途铺好了。他叫我当主任的时候就让我去外面兼差当顾问，又很快呢提拔我当组长。他离职以后呢还交代我们的学长专员很快的栽培我当科长，他为我铺好的前途。所以他做善事对我无所求，他没有求什么，他就把我的前途安排好了，接组长接科长，然后将来出去呢像他一样去创业，有很好的前途。在我这一生来回顾他就是这样子。当然我们也就是这样模仿人家，无形中你所钦佩的人的特质在你身上就会产生。所以施比受有福，我真的能体会到，做过人真的能够体会到，这是没有办法言传的。所以我们在行善团当中，你看我们来的义工每个人都那么快乐，因为都在施比受有福，我们都还跟人家说谢谢，我们就得到快乐的是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人家。所以最后我要分享的是我们三月十九都会到北港进香，我们有那个撒花队。那撒花队呢几位女同修呢，他们都要事前都要做练习，晚上集合做练习怎么撒花，真的他们都用心，动作的一致都是一人撒花。那有一次319进香回来，我就跟一个女同修讲，辛苦你们了，你们很累啊，这提着花篮啊走路，然后又要撒花，又事先又要练习，常常来练习花时间练习，真的辛苦你们。这位同修跟我讲，不会不会，师姑我们好快乐，你知道吗，我们要撒花撒花，可是最快的是我们呢，因为回去的时候我们手好香，身体都是香，因为都是花瓣，都是真的是花，真的是花。所以珍莲花朵手留余香，做善事那种快乐真的不能言传啊。所以这三类红麻子八天七夜为什么那么多人提供那么多的食物给大家，每一点每一点，你看他每个人高高兴兴的捏东西给我们，不管是那肉粽呢，对不对？还是一个饮料，还是一个切个西瓜，哎，很高兴那个我们还拿的时候，我们拿的，他还跟我们说谢谢。他心里那一种快乐，
人以行，外面都看到了，内心都看到，他那种快乐没有办法讲的，所以他还无所求啊。他说：“啊，这妈祖请客，妈祖请客，妈祖在请客啊，不是他在请客耶。”他那种快乐没有办法形容，所以妈祖跟我们讲：“怀善念，行善事啊，施比受有福啊。”因为这个善是什么？善是乐心，不损己以利人，还有慈心、慈悲心、慈心，损己以利人。那我们存这种善念、利益，这是菩萨啊。而且究竟损己而利人，就是不求名、不求利啊。究竟没无所求，所以你怀这个善的念头，那真的去做，真的施比受有福。我没有办法言传，没有办法去行动。今天这个禅理行善无求，让我回忆三个我就钦佩的人，也感恩撒花队的女同学们。当然你们辛苦的啊，可是呢，你可以闻闻你手上的香味。你善人，有颗善心，那个气质、长相、慈悲的脸孔，就像妈祖一样，让我们敬爱。感恩大家，谢谢大家，妈祖慈悲。